大圣，我知道你遭人诬陷，若再迟，花果山将会变成另一个火焰山，就让我们一起脚踏南天门，棒打凌霄殿。你是什么妖怪？胆敢闯我花果山？你答应过放下神魔两族的恩怨，可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弃？为了魔族的祖训，此后善恶并存于身，恐怕……所以你要悉心教导，令他谨慎。畜生！好好管教。常败就看那只金狮虎。想当年女娲娘娘牺牲自我炼石补天，换取三界千百年的和平，孙悟空既然是金石所化，我们是该对他好好栽培。我正在收集仙器，为玉帝炼制仙丹。